苏联。挺好看的。这衣服。啊，是我们学校的老师，他一个朋友从南方给他带过来的，可是他穿的太小了，非要买给我。挺好看的，这浅颜色啊，真的挺适合你的。真的好看。真的挺好的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平福好事。道长微信：2088-2688。挺热的。你要是想再泡一会儿的话，我再出去烧点水，热水没有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苏远，热水没有了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咱们俩就用这一盆水？啊，好，来，我带。有些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，这要是说出来了吧，就像是秘密是不少。我洗完了。哎，在那儿呢。抱孩子，我不睡觉，不过我都睡不着。鞋带已经睡着了。已经睡着了。小心睡得快。不远，鞋带现在小，将来长大了呢。鞋带长大了，你先去睡吧。我等你睡着了，我再睡。也别太晚了。